This is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broadcasting from Bangkok and relayed over transmitters in Bandung, Udon Thani, northeastern Thailand. For listen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Middle East and Africa, Europe and America, it is now time for our broadcast in Mandarin. 这里是泰国广播电台，接下去是普通话节目广播时间。这个节目是在曼谷时间晚上7:45到8:00，或者格林威治时间中午12:45到1:00，向亚洲和其他地区的听众广播。各位听众，在今天的新闻节目里，首先向大家报告新闻提要。世联通王妹殿下在曼谷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总理会见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泰国希望引进中国大熊猫回到清迈动物园展出，曼谷市长声称要打造好曼谷，让外国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听众朋友，从即日开始，各位可以在 YouTube 或者俗称的油管收听本节目。您只需在手机或者电脑上打上英文字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重复一遍 Radio Thailand World Service， 也就是泰国广播电台海外部，便可以不限时不限地点的收听到本节目，并可以在留言区写下评论或者建议。谢谢各位的支持。听众朋友，接下去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世联通王妹殿下在曼谷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本月28日，世联通公主王妹殿下在曼谷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首先转达了中国主席习近平对瓦齐隆功国王陛下的亲切问候。王毅表示，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中国人民庆贺的年头，今年也是泰国国王六旬寿辰，是泰国人民喜庆的年份，很高兴新年伊始即应邀访泰。28日同外交部长班比举行了年度磋商，就深化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达成了重要共识，双方还签署了互免签证协定，人员往来将更加便利，中泰一家亲将越走越亲。王毅表示，泰国王室始终高度重视中泰友谊，期待新形势下泰王室为发展中泰友好做出新贡献。世联通王妹殿下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获颁友谊勋章，访华50多次，为深化人民的相互了解发挥了带动作用，可以说是中泰友好的象征。明年将迎来中泰建交50周年，中方愿与泰方保持高层交往，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迈向新台阶。世联通王妹殿下说，我真是同中国的友谊常常向学生展示习主席颁发的友谊勋章，希望同中方密切各领域沟通交流，加强教育、传统医学、科技、航天等方面的合作。中国地大物博，虽然已多次访问，还有许多地方想去看看，非常期待再次访问中国。总理会见到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总理兼财政部长赛塔于本月29日在曼谷会见应邀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转达了中国领导人对赛塔总理的亲切问候，表示中方赞赏赛塔总理就职后将中国作为东盟以外首访国家，充分体现了对中泰关系的高度重视，密切了两国传统友谊，深化了中泰一家亲。两国领导人规划了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蓝图，开启了中泰友好合作新篇章。泰国是本地区重要国家，中方乐见泰方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作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加强友好互信，
亚洲和平就多一份保障，中泰密切互利合作，地区发展就多一份动力，中泰加快构建命运共同体，人类前途就多一份光明。王毅说，中国始终将泰国作为周边外交优先方向，这次访问泰国就是要落实两国领导人共识，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使中泰一家亲能亲上加亲。28日已同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班比进行了深入磋商，双方一致同意进一步加强相互支持。台湾问题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赞赏泰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相信泰方将继续理解和支持中国统一大业，中方也将继续支持泰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实现发展振兴。中方愿同泰方保持高层交往，密切人文交流，以互免签证为契机推动双向旅游，深化经贸投资等领域务实合作。双方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中泰铁路建设，打通泛亚铁路中线，实现地区互联互通，推动中老泰联通发展构想尽快落实，为两国长远发展提供新动力，开辟新空间。塞塔总理请王毅转达对中国领导人的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塞塔总理表示，泰方高度重视泰中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王毅外长访问泰国期间，双方签署互免签证协定，有利于密切两国经贸人文交流，增进人民友谊，让泰中两国亲上加亲。泰方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希望两国主管部门加强沟通，加快推进有关项目，提升地区互联互通水平。明年将迎来泰中建交50周年，双方应早做规划，保持高层交流，密切各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泰国希望引进中国大熊猫回到清迈动物园展出。总理兼财政部长塞塔29日会见应邀访问的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之后透露，他也向中国驻泰国大使寻求帮助协调引进中国大熊猫回到清迈动物园展出，得到韩志强大使的良好回应。此外，近期将派出交通部长苏里亚前往中国推介路桥项目，吸引中国投资商参与这项宏大的开发项目。塞塔总理表示，日前有幸在总理府会见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及其一行，农业及合作社部长泰曼纳上尉、交通部长苏里亚等内阁成员参与会见。塞塔总理借此机会要求中国驻泰国大使韩志强协助协调引进中国大熊猫在清迈动物园展示，而且在该动物园繁殖成功。该动物园曾经长期展示一对中国大熊猫，但最后一只大熊猫创创于2019年10月8日死亡。韩志强大使口头答应将帮助协调，以满足泰国熊猫迷这一愿望。此外，塞塔总理还表示，交通部长苏里亚将前往中国为南部路桥项目进行路演，而且为准备庆祝泰中明年建交50周年，塞塔总理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择期访泰，以畅叙友谊。曼谷市长声称要进一步打造曼谷，让外国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曼谷市长参赞日前谈及要进一步打造曼谷，让所有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提及了中国春节和泰国送甘节或者泼水节期间迎接游客的准备工作，必须要在内容方面做好准备，因为届时可能有超过2000万游客，这是令人开心又担心的事情。
因为如果游客第一次前来曼谷没有留下深刻的印象，就不会再来第二次。要如何让游客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游客来了觉得曼谷又脏又乱，明年就不来了。所以怎么做才能让游客想再次回来曼谷？曼谷市政府可能不会推广套餐，但将致力于曼谷变得宜居、清洁、便利、友善、安全，让曼谷适合所有人居住，最终游客一定会再次回来。迎接外国游客与迎接本土游客没有什么不同，如果让本土游客感到宜居，那么外国游客也会感到宜居。对于曼谷市政府来说，必须做好准备，在各个方面都必须要尽力而为，但要努力避免旅游业只集中在中心地区，希望它能转播到每个社区，让游客体验不同社区的特色，希望各区都繁荣，而不是只集中在某些人群或者酒店。旅游业可以刺激经济，这是曼谷市政府的职责，必须努力找到每个社区的特色并传播旅游业。曼谷市政府正在做好安全准备，并提供便利设施，多方面支持游客，如创建有关该地区旅游业的基本资讯，准备信息，分析旅游景点和旅游线路可能出现的安全风险，整合市政府官员与当地警察一起进行检查，以及维护所有旅游区所负责的监控器，确保能够随时使用及记录影像等。对内贸易厅签署谅解备忘录，采购北部的三种农产品。商业部对内贸易厅前往北部地区，与清迈府、麦丰颂府、南本府签订谅解备忘录，采购23000多吨的洋葱、红葱、大蒜三种农作物。与此同时，泰国四大加油站准备将500吨产品免费赠送给顾客。对内贸易厅长瓦特纳萨透露，该厅日前与北部清迈、麦丰颂府、南丰府共3个府的14个县、20个镇的21个农民团体签署关于洋葱、红葱、大蒜的谅解备忘录，以原农满意的价格累计收购承包23000多吨。红葱价格较去年的1公斤11株提高到13株到15株每公斤，预计北部地区的红葱价格将会更好。对内贸易厅长瓦特纳萨表示，希望种植洋葱、红葱、大蒜的农民要照顾好其农产品的质量，因为今年的总产量被认为减少了约10%，产量约为32900吨，其中红葱产量下降了14%，约143900多吨，而大蒜产量下跌了16%。不过，大蒜和红葱在泰国市场需求依然旺盛，零售、批发商、加油站以及出口商、加工厂等也纷纷前来购买。对此，对内贸易厅长瓦特纳萨表示感谢，并强调这将是一项持续的活动，农民必须要做好产品的品质及管理。另一方面，国内的四大加油站也像往年一样加入购买的行列，然后免费赠送给顾客。各位听众，今天由泰国广播电台所提供的普通话节目全部报告完毕了，我们明天再见，感谢你的收听。